喂，小兰，没事吧？来来来，你快醒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小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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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兰
ندى،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，简直太让人崩溃了。对啊，谁都没有想到，吓死我。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我应该告诉哲宁。还是算了吧，他现在是长盛的代言人，明天还要在开业典礼上演出，李氏换人肯定会给长盛带来很大的损失。况且这事儿本身也怪我自己瞎了眼。没事就好了。齐总，好久不见。嗯。下面这位表演嘉宾，相信大家早有耳闻。他是我们长盛二号楼的品牌代言人，同时也是国际著名音乐家。他就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陆明先生，掌声有请。这都是你安排的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从一开始你极力促成我的宣传方案，这个事就比较反常。你没有任何破绽，是 Peter 报他自己暴露了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及时赶到，小艾可能就要被那个 Peter 报给欺负了。反正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小艾还特意跟我说让我不要告诉你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这件事还是应该让你知道。我在想，麒麟会不会利用 Peter 豹攻击我们长城？帮我查一下 Peter 豹所有的娱乐新闻，
赚时间，开一点礼钱，给我一个警告。你能得到的消息，我也可以得到。担心你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。酒店开业如期举办，皮特鲍也是临时被换掉了。还是你信心。但还是你赢了。临时换代言人，前期的宣传费算是白花了，同时有不少皮特鲍的粉丝临时退掉了二号楼的入住预定。说到底还是我输了，给了你机会。哲宁，为了拿下长盛，利和资本押上了很多筹码，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和平收购的可能性吗？你知道这对你有好处。利和资本的经营理念你比我清楚，长盛一旦落入他的手里，结果一定是被拆得四分五裂，最后的结局就是高价转卖给其他公司。我不想我父亲的经营理念就此断送。什么？全赔了？那我投进去的钱呢？哎呀，投资公司老板跑路了，咱们钱全打水漂了。哎呀，我那可是拿房子做的抵押，钱要是没了，那我的房子就……房子？银行可能把房子收走。喂，哎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，阿姨？那个鲍先生怎么样了？回美国了吗？他们面临石头庄的指控，坐牢是跑不了了，搞不好职业生涯就告别了。这样最好，他就是罪有应得。虽然咱们及时的止损，但二号楼的入住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。我考虑过啊，要不要把二号楼的客房放到我们直播间来销售？主意不错。是啊，我就可以先带领粉丝把二号楼所有的户型啊，还有客房服务先体验一遍，也许可以吸引一部分新的客源。可以试一下。嗯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双双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不用担心。啊，刚才那个诊所的医生来看过了，说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惊吓过度昏倒了。刚才醒过来一次，后来吃药才又睡着。没事的，你放心吧。谢谢你啊，多亏了你今天。哦，你没吃饭？嗯。今天多亏了你。谢谢。你总算愿意好好跟我说话了。哎，那你帮我妈到底还了多少钱？没多少。没多少是多少呀？就没多少吧。50万。50万？哦，我肯定会还你的。你啊，你不用对我特殊，我这钱一定要还你，而且还得有个利息，利息就按银行贷款利息算吧。就按你说的做吧。其实我帮你妈还这个钱，我真的没其他目的，我只是不想看我在意的人会不开心。但这个千万别成为你的负担，啊，不要有负担。啊，不过，如果你要继续相亲的话，我怕我还是会忍不住拆台的。这坏人我当定了，啊。不要有负担。像不像？
直播间的朋友们，看这边阳光明媚的，我要是能在这儿喝个下午茶，感受一下茶里曾经坐过的椅子，真香。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看一下他和他夫人所有浪漫发生的地方，感受一下他曾经做过的工作。哎，想象一下，我们劳累了一天，我们可以在这边泡上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。不、哦，他这出热水的速度也非常快，你听着音乐然后放着热水，你就可以感受人生啊。小琴，来吃肉吃肉，别客气啊，谢谢，都吃谢谢都吃谢谢、啊、小琴啊，你看咱们这个非亲非故的，你帮了我们这么多，我有点不明白。这其实也不完全算非亲非故的嘛。我是说，我从第一次见到您，我就觉得特别亲切，就像那感觉就像亲人一样。我觉得这大概就是缘分吧。哎呦，真的！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亲，而且看到你这个面特别帅，我觉得咱们俩的气场特别合。是吗？是啊。哎，小琴。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，以后这客栈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那能住一辈子吗？啊，没问题啊，你想住都可以，住到下辈子都成。住到下辈子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快吃肉吃肉，快。好，来来，谢谢谢谢。那你也快吃啊，要多吃饭少说话。吃点，你说这孩子，哎，你也吃吧。小心点。哦，慢点吃。这孩子，都吃饱了啊？吃饱了，都吃饱了，我来收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双双，把碗收了，收收收。就不，我来收。你让双双来，双双，快快，快着呀，把碗收了啊。我来吧，我来吧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来来来，给我，你别动，啊，来，啊，其实你没必要。虽然我借钱给你们，但是我也还算你们家的义工嘛，不是吗？没事啊。哎呦，双双，你怎么又把碗给碎了？不是我，不是，是我。没事没事。对不起啊。哎哎哎，干嘛呀？别动，待会儿回头把手划破了。双双，赶紧拿笤帚扫啊！快去快去，拿笤帚。哎，你别动啊，别动，别动，你甭管甭管，我们来我们来啊。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，哎，双双快点啊。知道了，直播了三天，二号楼的预约量只增加了50个，我们的粉丝量还是太少了。是你自己说的啊，粉丝呢是需要慢慢积累的，你现在倒是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。我倒是想帮你啊。话说回来啊，我们酒店呢认识一些搞影视的。我已经让市场部去跟他们沟通了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我会把长盛二号楼部分场地给他们用来拍摄，不收任何场地费，但是有个前提，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入住长盛二号楼，这样短时间内入住率一定会提高的，还能给二号楼打广告。所以啊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傅小姐，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面试，结果我们会尽快通知你的。哦，那具体是什么时间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也说不准。哦，谢谢。
不好意思啊，您不太符合我们公司的应聘要求，如果有其他适合的岗位，我们再通知您。傅小姐，您先回去等消息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傅小姐，您的工作经验不太符合我们要求。又到了吃货环节，今天小严要带大家吃一款网红葱油拌面。看啊，我不得不说，这款拌面真的是，它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没有缺点。好吃。哎，今天真是小严直播生涯的滑铁卢。哎，你别说了，我看评论都歪楼了，一直在说长盛的美食，搞得我碗里的葱油拌面都不想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可不可以和长盛合作啊？就是把他们一部分的半成品放到我们直播间里销售。这个想法很不错啊。哎，说不准啊，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。哎，对了，明早9点我们有一个品控会，要过来试试吗？好，那我过去试试。只是一个意向品控，就稍微做一个简单的项目阐述就可以了，千万别给我熬夜准备。谁熬夜啊？我才不熬夜。知道了。春宁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猜到你一定会熬夜，早上打车也不是很方便，我就提早赶过来接你。这样准备好了才会有底气。我现在也说好了，一会儿品控会上你一定要客观公正对待这个项目，千万别给我放水。好，知道了。一定要客观、公正。好了，项目的大致内容就是这些，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夏小姐考虑的非常仔细。产品的受众呢？产
长盛的食品，不管是食材还是制作，都是一流的，那价格肯定不会低。我们主要的受众的人群应该是追求生活品质的上班族。前期制作经费这一块，你怎么计划的？申总，我是这么计划的，我们打算在直播间以预售的方式进行销售，那预售的金额会投入到后续的产品制作中。其实比起资金，我们更需要的是长盛的技术支持。我最为担心的就是食物口感的问题，你能否确保这个半成品食物的口感跟我们在餐厅里吃到的一模一样？这个我现在不能保证，但是我会尽快制作出产品的小样来，到时候还希望盛总能亲自把关。我们长盛在电子商务这一块是个短板，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项目咱们先试水一下。刘经理，就由你来配合夏小姐的工作。好的，盛总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刚才你好严肃啊，有一瞬间我以为你不认识我。不是你说的要客观公正吗？是要客观公正，但是你态度上可以温和一些。好，下一回一定改。要不要一起吃午饭？不行，一会儿回公司还有事儿呢。夏子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低血糖犯了吧？我缓一会儿就好了。来，吃个糖。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一直带着呢。好多了。那我送你回家吧。听说盛总的女朋友过品控了，咱们公司的品控会那可是出了名的难过啊。你要盛总女朋友，铁定也能过。说的也是，谁敢卡盛总女朋友的项目呢？哼。快点啊！哎，双双，你看谁来了？他呀是来给你介绍工作来了。啊，对，不是听说最近在找工作吗？我公司也刚好在招会计，要不要来试试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刚才为什么拦着我？他们说的没有错呀，如果我不是你的女朋友，平时见你一面都难，更别说向你去详细的阐述整个项目了，从而我还获得了参加品控会的机会。我确实得到了作为你甚至你女朋友的便利啊，我干嘛还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呢？我真的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，而且如果真的不想让别人说闲话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项目做好，帮长盛还有我侃侃而谈，获得更大的收益。行了，啊，阿姨不用送了，就到这就行。哎，你慢着走，你有空再来玩吧。好好好，拜拜。那走了，拜拜。走了，阿姨。慢点啊。好嘞。哎，你说你这孩子，好好的工作干嘛不去呀？我要去了，他就破产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这孩子，你真是让我操心。喂，胡小姐吗？哎，您好，您好。你好，我是常青藤科技的 HR。不好意思啊，您没有通过我们文秘工作的面试。哦，谢谢啊。谢谢您通知我。不过我们公司的销售岗还在招人，您感兴趣吗？可以，可以可以。这样的话，您可能好。哎，再见。
尝一尝。这个酱料密封保存啊，基本上可以保持口感不变。比较麻烦的是这个葱油拌面，还有这个糕点，葱油放久了口感会变差。真的是名不虚传。那这个葱油拌面保质期是几天呀？要想基本上口感不流失，最多三天。最多三天，那偏远的地区就没有办法寄到了，肯定会损失一大部分的市场。也不是不行，稍微放点添加剂，保质期就可以延长，口感也不会有太大变化。长盛的食品主打的就是有机还有健康，如果添了防腐剂，那就失去了原本的初衷。这个面怎么能做得这么好吃啊？包大厨，像这个葱油拌面的样品能不能给我一些？我想让别人也尝尝。那没问题，谢谢。好吃啊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嗯，怎么样？就是这面有点硬。硬出锅有点早。嗯，多煮一会儿。哎，我就搞不明白啊，你说他家这个葱油拌面，就长盛家的，为什么就是比别人家的好吃呢？你说那里边搁了什么？人家独家的祖传秘方，外传的。要说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好的厨师通常都是做减法，长盛的食材好，自然做出来味道就好。要说真有什么配方的话，我觉得它是用黄糖代替的白砂糖，所以吃起来呢口感比较绵密细嫩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个人啊，自己做菜都今天糊涂明天清醒的，还点评人长盛家的大厨，你说吃你的吧，你说这。快快快，再提点意见。没意见，再来点吧。没了。姐，哎，那个我马上到你家了，我现在很快很快。啊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小付，我在外面呢。啊，咱们不是约好了今天来你家给您试这个咱们公司新推出的护肤品吗？我今儿没时间，下次吧。喂喂。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定下来了，看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上市前的准备工作了。小严，你根据产品做一个直播文案出来，明天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做一次预售。好的。小艾，你能不能做一份预算出来？怎么了？贤姐，我能换个工作吗？我从小数学就不好。哎，这一切都是珊珊姐负责的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。没事，那我来。姐妹们，今天小严给大家带来一份特别的惊喜，就是他长盛豪华食品礼盒。上次听姐妹们想吃长盛的料理哦，只要有了它，长盛餐厅带回家，味道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就来试吃一下。好了吗？怎么样啊？我看看。好了。怎么了？2000份儿，真的？文娟第一天就卖出去了2000份儿，
见您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我真没想到会这样，我现在感觉跟做梦一样。那要不要一起吃个庆功宴？好呀。哎，不行，我得赶紧把产品做出来。虽然咱们是开门红吧，但是后续的销售量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，还得看第一批客户的反馈。哎，今天方主厨在酒店吗？我一些细节还想跟他聊聊。盛总，方主厨辞职了。金先生，我是朗月国际酒店的董事长吴志文。听说你从长盛离职了，不知道你对我们酒店总经理的位置感不感兴趣？朗月国际酒店已经是连锁酒店里面的佼佼者了，但是我个人没有经营连锁酒店的经验，我怕。金先生，谦虚了。您管理长盛酒店那么多年，能力有目共睹。要不你再考虑一下？给我弄点水，快点快点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考虑一下我再回复您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快点快点，那点出事，快点啊。啊，治好了吗？都吃了好几遍了。快点快点，六号桌可以吹了，马上就好了。方主厨今天递交了辞职信，说不干了，家里面有事，后面就联系不到他。这段日子餐饮部停止一切的工作，那损失会不会太大了？长盛餐饮这个招牌不是钱能衡量，你抓紧给我联系猎头公司，尽快找到主厨。明白。来来来，给你。啊，累死了。哎呦，你看看你，这才工作几天呢，脸都瘦一圈了，是吧？没事，正好当减肥了。哎，小琴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一会儿你跟双双到外边去吃吧，我要到他姥姥家去一趟，晚上就不回来了啊。哦。喂，双双啊。哦，领导。晚上有个饭局。地址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啊，快点过来。我已经回家了。你还想不想拿提成了？不是不是。哦，好的，那你们等我一下。哦，快点啊。怎么了？我们领导说有个饭局要让我去，我先走了。那我们不吃饭了？你自己吃吧。半成品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定金我这边可以退给客户的。这么做的话会影响直播间的声誉，再等两天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主厨。嗯，还有方主厨在长盛做了那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辞职？应该是麒麟。方大厨儿子那边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美国那边的入学试也都办完了。另外，方大厨还想知道他的绿卡什么时候能够下来。你告诉他别着急，我们承诺过他的事情，一定会办到的呀。Thank you.
哎呦！说说，你怎么喝成这样啊你？妈，我到家了。不是，包给你。你怎么喝这么多？你怎么喝成这样呢？啊？没事，我可以。哎呀！妈，你怎么还抱我呀？对，是你妈抱你。你怎么劲儿这么大？你妈是大力士。你把我放下了。谁让你喝成这样的？啊？就只是个工作，至于喝成这样吗？哎哎，去哪儿？吃早饭。哦，我去公司吃就行了。不用去了，你公司我帮你辞职了。辞职？不是，你为什么帮我辞职啊？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工作。你现在这样赚钱太慢了，我希望你在一年内还完这50万。一年内？我一年内上哪儿给你赚这50万啊？这你不用操心，工作我帮你找到了。什么工作？我打算开一家直播公司，邀请你来当砍价师兼主播。边吃边聊。从猎头给出的名单来看，吴镇特别合适。这个胡大厨啊，跟咱们的方大厨师出同门，他应该最熟悉方大厨的主意。我可提醒你啊，胡大厨可是最难请的，我听说好多高档餐厅想高价聘用他，他都拒绝了。试一试。按错了。182-220-1075。哎，小郑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可能？你好，您是胡镇，胡大厨吗？哇，这么大火呀！哎，这不好弄，你来。弄那个，给我来。先下来放这个，放这个。啊，好好。这前天不是刚教你的吗？你怎么又忘了呀？不好意思啊，这年纪大了，一下记不清楚了。要不你再教我一次？你说你这手艺时好时坏的，我要不是怕你出去找不着工作，还真把你给开了。我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。哎，该放蚝油了。胡叔就是胡大厨。怎么就跟传说中有点不一样呢？既然小盛是浅浅男朋友，这玩意儿我帮定了。谢胡叔叔。胡叔，哎，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家打工啊？
说不明白就别明白，不必探究，只要开怀。无意中撞见美丽的海，想立刻专程带你来。人类奇怪，见怪不怪，不管好坏，只要期待。交出一颗心，那算慷慨，讨一辈子高利贷。多好玩的爱，多复杂的爱，多无语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心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上天的安排没有人取代。你可以故意使坏，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让等待辜负等待，人的耐心是种能耐，哪里会有花种下就开，长旅途不必走多快。没有活该，只有应该，我们一同更爱现在。我买了糖果整整一袋，是昨天你想吃那块。多费力的爱，多简单的爱，多糟糕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心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你可以故意使坏，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